分析修窗帘。So the curtain should be opened on the left side, not the right side. So this is the wrong way to open it, and now I pull both sides and it's not gonna work. It's not working. I didn't put too much strength to it because I'm afraid that I would break it. 现在这个窗帘呢就修好了。当我来到这里时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。你看，现在咱们拉一下。拉，然后再给它拉开。这种窗帘有时候坏不知道哪儿坏，所以说也只能是现场在判断能修还是不能修。如果能修怎么修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客人不知道他怎么拉，这个是应该是标准状态，不知道怎么拉，这绳子呢到这边来了，到这边来了，所以呢刚才找了半天原因，然后呢想方设法再把这个绳子给输送过去，但是这边呢是开不了了，这边是顶着了，然后那边也是顶着呢，那边是尾巴，这边是头，这边是能开，但是这顶上了。那如果我要把这个拿下来，如果拿下来的话，这个功夫就大了，别回头再装不稳，就怕这个。你就像这个，如果是这窗帘的话，这儿。这边有两个小黑点，那是螺丝，就可以拧开然后再操作，但是这边就缺乏这个条件，所以说这个线儿错位了，把线儿给它摆正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分享完毕啊，就这样。